柯P镇澜宫还愿，妙方吓一跳。柯P昨天突然跑到大甲镇澜宫上香还愿，把妙方吓了一跳，赶紧请柯P和夫人陈佩琪喝茶。哦，请客起定。柯P晚上回到新竹市老家，和爸妈宴请亲友团，大批粉丝请他签名合影。记者一问到外传内定的女副手庄淑芬，来，我们签来，我们吃饭了，来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哎，今天跟你住在新店，还是你等你打卡？无啊，我要叫你住在新店啊。嗯嗯。住一个晚上，啊，明天看怎样再说啦。嗯，啊，你房间帮伊传去吧。好了啦，当然蛮好了。要睏的所在，当然蛮好了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